大家好，我是新哥，我现在在安徽巢湖折高镇，这是一个千年古镇啊。我们今天来吃当地一家特色的蛋炒饭。早上7点钟就过来了，这是每天备的这个饭呢，这个大锅的蛋炒饭就直接开炒了。这是他们家的价目表啊，价格非常的实惠。那个菜随便吃，是免费的吗？免费的。哎呀，这老板盛饭的动作太麻利了。这店开了多少年了？半年。开了半年啊？你怎么找个这么便宜的？啊？卖这么便宜的？这个市场它竞争价位的就是。啊哈。因为它这个也有走量啊。啊，走量。啊，这个是先用大锅炒，然后再转小锅里面。对。大锅其他都是。哦，炒完了，完了再加热。把小锅再。哦。小锅再退锅炒，它炒半小时。哦。这每天能卖出多少份呢，老板？我们啊。啊。我们这每次500份，400份吧。哦，500-600份，你看。这个就是免费的小菜。我数了一下，今天有18种免费的小菜。7块钱的大排，价格很美丽。这边早上来都吃的是蛋炒饭啊，早上吃饭，这个在别的地方不多见，就是全家来吃。蛋炒饭啊，早上吃饭，这蛋炒饭炒得很精神呐、啊，粒粒分明。我们加了一个大排，7块钱，大排啊，很诱人呐、啊。吃着大排，就着蛋炒饭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太实在了。蛋炒饭这一碗是8块钱，8块钱可以吃个饱啊。我有点担心了，这个老板会不会亏本呢？8块钱，这样的小菜随便吃，感觉这一碗饭下去一天都是饱的。厉行节俭，反对浪费，光盘行动，我们在行动，都吃完了，饭光菜光。